过程吃猪血吗？你在挖什么宝？你用汤匙，有汤匙啊，不要再硬撑了，夹不起来就是夹不起来。有汤匙可以用啊，很大的汤匙啊。你看那颗蛋，它夹了一分钟都夹不起来，好好笑、哦。那个汤匙就好。对啊，不然把它一直夹，不然你可以把它戳破，戳一个洞。然后那汁流出来，然后我就喝蛋汁。